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三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三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三级考试。HSK 三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40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喂，请问张经理在吗？他正在开会，您半个小时以后再打，好吗？喂，请问张经理在吗？他正在开会，您半个小时以后再打，好吗？现在开始第1-5题。一，你下星期去北京，那你的狗怎么办？我有个同学很喜欢小动物，他说帮我照顾几天。一，你下星期去北京，那你的狗怎么办？我有个同学很喜欢小动物，他说帮我照顾几天。二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哪位同学来回答一下？老师，我来。二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哪位同学来回答一下？老师，我来。三，爸爸生日快到了，我想送他一条裤子，你觉得这条怎么样？颜色不错，他一定会喜欢的。三，爸爸生日快到了，我想送他一条裤子，你觉得这条怎么样？颜色不错，他一定会喜欢的。四，这本书我看完了，还给你，谢谢。不客气，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吧？四，这本书我看完了，还给你，谢谢。不客气，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吧？五，你哭了？没有啊，刚才风刮得太大，眼睛里进东西了。五，你哭了？没有啊，刚才风刮得太大，眼睛里进东西了。现在开始第6-10题。六，对不起，小姐，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，请您关上手机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六，对不起，小姐，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，请您关上手机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七，这几个数学练习题我不会做，你能教教我吗？没问题，哪几个？七，这几个数学练习题我不会做，你能教教我吗？没问题，哪几个？八，
这个灯坏了，我给你换一个新的。你站那么高，要小心点儿。八，这个灯坏了，我给你换一个新的。你站那么高，要小心点儿。九，李先生，欢迎您下次去我们东北玩，再见。好的，有机会我一定去，再见。九，李先生，欢迎您下次去我们东北玩，再见。好的，有机会我一定去，再见。十，面条做好了，把盘子给我。太好了，终于可以开饭了。十，面条做好了，把盘子给我。太好了，终于可以开饭了。第二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为了让自己更健康，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。他希望自己很健康。为了让自己更健康，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。他希望自己很健康。今天我想早点回家，看了看手表，才五点。过了一会儿再看表，还是五点。我这才发现，我的手表不走了。那块手表不是他的。今天我想早点回家，看了看手表，才五点。过了一会儿再看表，还是五点。我这才发现，我的手表不走了。那块手表不是他的。现在开始第十一题。十一，我是新来的司机，姓高，你叫我小高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就去机场。他是司机。十一，我是新来的司机，姓高，你叫我小高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就去机场。他是司机。十二，小天，把游戏的声音关小一点儿。你姐姐快考试了，在房间里复习呢。小天在玩游戏。十二，小天，把游戏的声音关小一点儿。你姐姐快考试了，在房间里复习呢。小天在玩游戏。十三，说好十点一刻见面的，没想到一出门就下雪了，路上车不好开，来晚了，真是对不起。出门时下雨了。十三，说好十点一刻见面的，没想到一出门就下雪了，路上车不好开，来晚了，真是对不起。出门时下雨了。十四，
你看，那边苹果树上有只鸟，嘴长长的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？它不认识那种鸟。14。你看，那边苹果树上有只鸟，嘴长长的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？它不认识那种鸟。15。我们这次坐中间吧。上次坐最右边，我都看不清楚黑板上的字。他想坐右边。15。我们这次坐中间吧。上次坐最右边，我都看不清楚黑板上的字。他想坐右边。16。小王，照片上这个孩子是你女儿吧？大大的眼睛，长长的头发，跟你小时候长得真像。小王的女儿是短发。16。小王，照片上这个孩子是你女儿吧？大大的眼睛，长长的头发，跟你小时候长得真像。小王的女儿是短发。17。今天中午在商店买东西时，服务员说，我这张信用卡不能用了。我打算下午去银行问问是怎么回事。那家店不能刷信用卡。17。今天中午在商店买东西时，服务员说，我这张信用卡不能用了。我打算下午去银行问问是怎么回事。那家店不能刷信用卡。18。你要明白，想让每个人都喜欢你是几乎不可能的，所以最重要的是做好你自己。人很难做到让每个人都满意。18。你要明白，想让每个人都喜欢你是几乎不可能的，所以最重要的是做好你自己。人很难做到让每个人都满意。19。这儿附近环境不错，离我上班的医院也不远。如果住这儿，上下班都不用坐地铁了，骑自行车就可以。他以前走路上班。19。这儿附近环境不错，离我上班的医院也不远。如果住这儿，上下班都不用坐地铁了，骑自行车就可以。他以前走路上班。20。因为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来中国留学，除了学习汉语外，他们还想多了解些中国文化。很多留学生对中国文化感兴趣。
二十。因为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来中国留学，除了学习汉语外，他们还想多了解些中国文化。很多留学生对中国文化感兴趣。第三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小王，帮我开一下门好吗？谢谢。没问题。您去超市了，买了这么多东西。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？小王，帮我开一下门好吗？谢谢。没问题。您去超市了，买了这么多东西。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？现在开始第二十一题。二十一，穿白裙子的那个女孩是谁呀？真漂亮。是新来的王医生。走，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。关于那个女孩，可以知道什么？二十一，穿白裙子的那个女孩是谁呀？真漂亮。是新来的王医生。走，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。关于那个女孩，可以知道什么？二十二，小姐，请问这儿有人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朋友去洗手间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二十二，小姐，请问这儿有人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朋友去洗手间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二十三，这个西瓜不太甜。现在还没到季节，夏天的西瓜才好吃。女的觉得那个西瓜怎么样？二十三，这个西瓜不太甜。现在还没到季节，夏天的西瓜才好吃。女的觉得那个西瓜怎么样？二十四，我记得爸爸一直想找这本书，都没找到。你在哪儿找到的？我上午打扫房间的时候，在床下面发现的。书是在哪儿找到的？二十四，我记得爸爸一直想找这本书，都没找到。你在哪儿找到的？我上午打扫房间的时候，在床下面发现的。书是在哪儿找到的？二十五，怎么走楼梯下来了？电梯坏了吗？没有，在办公室坐了一天了，想运动一下。男的为什么走楼梯？二十五，怎么走楼梯下来了？电梯坏了吗？
没有，在办公室坐了一天了，想运动一下。男的为什么走楼梯？26。阿姨，圆圆在家吗？不在，她爷爷带她去公园玩了。圆圆和谁出去了？26。阿姨，圆圆在家吗？不在，她爷爷带她去公园玩了。圆圆和谁出去了？27。你弟弟是篮球运动员，个子一定很高吧？对，他1米98，快2米了。关于弟弟，可以知道什么？27。你弟弟是篮球运动员，个子一定很高吧？对。他1米98，快2米了。关于弟弟，可以知道什么？28。经理，我有点发烧，想请个假。好的。你回去好好休息。男的为什么要请假？28。经理，我有点发烧，想请个假。好的，你回去好好休息。男的为什么要请假？29。能帮我把行李箱放到上面去吗？我搬不动。可以，给我吧。女的希望男的帮忙做什么？29。能帮我把行李箱放到上面去吗？我搬不动。可以，给我吧。女的希望男的帮忙做什么？30。放心，往东走没错。但是从地图上看，走南边这条路才对。我们还是问问别人吧。男的觉得应该怎么走？30。放心，往东走没错。但是从地图上看，走南边这条路才对。我们还是问问别人吧。男的觉得应该怎么走？第四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等一会�儿，比赛还有3分钟就结束了。快点吧，一起吃，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等一会儿，比赛还有3分钟就结束了。快点吧，一起吃，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
男的在做什么？现在开始第31题。31。服务员，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喝的？有茶、咖啡和啤酒，就在菜单后面，您可以看看。那先给我来杯咖啡。好的，还需要别的吗？男的想喝什么？31。服务员，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喝的？有茶、咖啡和啤酒，就在菜单后面，您可以看看。那先给我来杯咖啡。好的，还需要别的吗？男的想喝什么？32。小东来电话了，他说什么？他让我们先吃，别等他了。他公司有事，要晚来会儿。这样啊，那我们边吃边等吧。来，先吃吧。小东为什么还没来？32。小东来电话了。他说什么？他让我们先吃，别等他了。他公司有事，要晚来会儿。这样啊，那我们边吃边等吧。来，先吃吧。小东为什么还没来？33。东西都买好了吗？我看看，面包和蛋糕都买了，还差鸡蛋和牛奶没买。鸡蛋就在前面，我们先去买鸡蛋。可以。他们最可能在哪儿？33。东西都买好了吗？我看看，面包和蛋糕都买了，还差鸡蛋和牛奶没买。鸡蛋就在前面，我们先去买鸡蛋。可以。他们最可能在哪儿？34。一会儿你去接儿子放学吧。好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没事，就是有点累。那你先睡会儿。女的怎么了？34。一会儿你去接儿子放学吧。好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没事，就是有点累。那你先睡会儿。女的怎么了？35。您好，四方宾馆，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？我是302房的客人。我房间的门打不开了。请您等一下，我找人上去帮您看看。谢谢。女的为什么打电话？35。您好，四方宾馆，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？我是302房的客人，我房间的门打不开了。请您等一下，我找人上去帮您看看。谢谢。女的为什么打电话？
36。看见我给你发的电子邮件了吗？是关于周末爬山的那个吗？对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很不错，我们很久没去了。他们打算周末做什么？36。看见我给你发的电子邮件了吗？是关于周末爬山的那个吗？对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很不错，我们很久没去了。他们打算周末做什么？37。这是黄老师的画吧？对。他的画都很有名。你买这画花了多少钱？我丈夫跟他是同学，这是我们结婚时他送我们的。关于黄老师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7。这是黄老师的画吧？对。他的画都很有名。你买这画花了多少钱？我丈夫跟他是同学，这是我们结婚时他送我们的。关于黄老师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8。你的护照办好了吗？还没，说是10个工作日后去拿。那你出国前，我们再一起吃个饭吧。好啊，到时候把老张他们也叫上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8。你的护照办好了吗？还没，说是10个工作日后去拿。那你出国前，我们再一起吃个饭吧。好啊，到时候把老张他们也叫上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9。电影几点结束？4:30。怎么了？我突然想起来，昨天跟小王说好6点去踢球，我怕晚了。不会，我们看完了就回去。男的几点踢球？39。电影几点结束？4:30，怎么了？我突然想起来，昨天跟小王说好6点去踢球，我怕晚了。不会，我们看完了就回去。男的几点踢球？40。我的笔记本电脑该换了，你说买个什么样的好？我用的这个就不错，也不大，外出带着很方便。贵不贵？有点儿，我去年买的时候12000，听说现在卖9000。男的觉得自己的电脑怎么样？40。我的笔记本电脑该换了，你说买个什么样的好？我用的这个就不错，也不大，外出带着很方便。贵不贵？有点儿，我去年买的时候12000，听说现在卖9000。男的觉得自己的电脑怎么样？
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